那天你刚好要出门，外面突然下起了雨。那天你没出门，一天读了十几万字。那天你吃得好饱，但又好像少了点什么。那天你突然意识到，因为你的忙碌，他的生活好像少了点趣味。那天你很早就醒了，发现原来是周末。那天明明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但很晚还没睡。那天你百无聊赖，感觉有点清静。那天你又发现了点有意思的。无论生活如何忙碌，其实都可以过得有滋有色，给自己一点满足，一点空间，一点轻松，漫不经心的日子也能收获仪式感，意外的坏天气也可以有好情绪。每个时光的间隙里，给自己一点魔力，放松一下吧。也许生活不是为了赶路，而是为了感受。保持玩家心态，从来不会错过任何风景。你想要的，身边都有。我是刘亦菲，我在魔力宝贝复兴等你。